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啊，今天这一节我们请了一位特别来宾就是我们励志的董事长董先生。董先生，您给我们观众问个好吧？你好，那我们因为刚才我们访问这个肖老师，我们想请肖老师来帮我们实际上的来演练一体下验一就下是教我吧？们怎么当然本来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哈，不过呢，我们董先生更适合，因为男生嘛，他也没化妆啊，也没怎么不怕破坏了他的化妆，对不对？而且董先生哈，他是对着经络非常内行的人，所以他们呢，对的对话一定比我来的对话来的精彩。所以我们现在请教夏老师，夏老师您看呢？那我们怎么样？那个董先生、孟老师，不好意思哈，在董先生面前啊，就是班门弄斧啊。那个董先生他本身是研究中医已经20年哈，我是刚刚初出茅庐而已哈。那只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，那我因为以美容的角度了，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眼睛呢，是肝的开口哈，那也是五脏六腑的精华。那然后眼睛呢，受血而能视。然后我们常常会说闭目养神，闭目养神，其实就是你要休息的时候，它的血液才能达到肝脏里面得到滋养，所以有时候眼睛很疲劳的时候，你就是需要休息了，好，我打个岔，我想是，请问你刚才讲闭目养神，说休息的时候对，就眼睛会眼血液睛会到，肝脏里面得到滋养，是吗？那如果说我们在只要在用眼睛的时候，就肝脏就已经在用肝脏对了，啊，对啊，是哦，是。哦，那我今天还得到了新的知识，是这样子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在打电脑打到对，很一段累很时间累，就要休息一对，下。要休息，哦，对，好好好，那你请继续。哪里？那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它本身不会表达它我是肝在痛了什么的，不舒服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自己去知道我们的作息的时间，不要太过于消耗我们的肝的一些功能的那个时段，像我们都知道晚上11点以后都是走胆经跟肝经，因为肝胆它是相照的，它是相表里的嘛，所以有一些肝的问题，它会反映在胆的这个部分。那眼睛呢是我们的灵魂之窗，那我们从眼睛呢来做一个体验，好，就像当然我们的应该我跟是称我们的是董老师了哈，董先不生敢要。不敢。等等等，董老师，像一般的眼睛你疲劳的时候，你都怎么样去处理？我就用美容的角度的话，我是用美容角度，那您是以中医的角度，你是怎么处理？就是怎么眼保睛养？闭着就好了，啊，闭着，闭目对养神。对对，大半时间都是等于静坐打坐，哦，这样子，对，啊，等于是不要调用气眼一种睛，方式，好，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跟孟老师聊了一下，就是说，他以平常人的观点，就是说，就是说睡眠啦，营养均衡啦，眼睛左右转转啦，活动啊，或者是远眺看远山呐，或者是在眼睛周围做一些按摩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正确的。那可是呢，我用的这个方法呢，又不大一样，因为我们眼睛周围呢，我们眼睛周围它有一个眼轮匝肌，这个眼轮匝肌呢，年纪大了以后，还有跟你的营养啦，跟你的生活习惯啦，它会呢，慢慢的就变成越来越紧，没有弹性没弹性了，了。好，然后甚至旁，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气阻在里面。哦，是，好，那筋结产生气阻了以后呢，它就影响到他的眼睛的运行，我们眼睛今天本来讲美容嘛，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，最重要的就是眼睛嘛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化妆，化了半天，装了半天假睫毛，可是眼睛疲倦的时候，是啊，眼白里泛红，或者对，是眼睛疲倦，是，一美不起来对的。啊，是美不所以起今来天的，讲的我们，是，我们叫是，是。一定要就是保眼持睛眼睛对健眼康。睛的健康那哦，您。好的。那眼睛周围因为就是营养没有办法运行了以后，它会产生眼睛一些病变出来，比方说它干眼症、飞蚊症，还有就是眼花近视，其实它都会产生。那我们眼睛的前面的这个眼头的凹陷的处，一个是睛明穴，这边堵塞的话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眼睛酸涩、近视，然后这个眉头这边有个展竹穴。常常会说愁眉不展呐，那这个展竹穴呢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的，也是近视跟这个眼睛酸涩、疲劳，
哦，还有就是眼压高。嗯，我看您这好多工具啊。哦、对。据说这工具都是您自己研发的嘛、对，这工具这支呢是我替一个化妆品公司帮他设计的。那您、请问这个是什么材料？它远红外线的一个就是有23种的矿物石。矿物石，哦、这看起来很酷哈、哦哦。那这是定做的嘛？哈。对，它这是开模子的。哦，开模子的。对，开模子。哦嗯那您是您可以先秀一秀您这个好，我来先讲解一下。这边呢，我就把它是就是做成一只鱼、嗯，因为这个大小是刚好是可以做脸部跟头部的。嗯、那这边呢，鱼一定要有鱼鳞嘛。那鱼鳞在做的时候呢，你看用你的手来，你的手给我。嗯、好，这样子。今天 model 不是我。啊，这样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会刺激。对对对。刺激末梢。舒服的。刺激末梢神经。嗯，挺舒服的。嗯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就可以开穴，可以挑筋。挑肌肉、啊哦、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梳理比较肉比较多，比方我这边有塞到气节，我像一风穴后面有塞、嗯、我这边是可以做梳理的、哦、是是是、哦嗯、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做我的这个下巴的提拉， 嗯， 嗯，这边因为上下都有淋巴嘛，对对对对、哦、这边可以做提拉、哦、可以雕塑我们的脸型，可以说双下巴、哦哦、听起来人生又有希望了然后这个地方小的齿，我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想梳我们的手指头。嗯嗯嗯。哎，后来我发觉梳眉毛也蛮好用的，嗯嗯嗯、因为你这个地方太宽了、啊，你要梳眉毛不好梳啊，所以用这一头梳，是不是就很容易把它的气节梳开、嗯嗯嗯嗯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个眉头皱肌、嗯，眉头皱肌它因为我们的表情的关系，还有我们的经穴不通的关系，它会产生皱纹出来了。嗯然后就是变僵硬了、嗯，那我可以用这个把它梳理、梳开。那你要不要好、啊、我们董先生体验一下？我有一堆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说我眼睛周围有一堆问题。哦，眼睛周围有问题。我也学过、嗯，但是有3个眼睛的模型，所以不太确定。哦、有一个是少林跌打损伤的模型，也就是说12经络怎么在眼轮周围。另外一个传统的眼科也有一个模型，结果后来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被打的这个不能讲话，然后后来他就专门做眼针在眼睛周围治病，那又是一个模型，现在3个模型对眼睛我们有多少把握在针灸这部分，所以如果你这边有新的创作那是最好、好，那现在我接受你的处理。好的好的，那我这边也有几个工具，当然这个工具就是一般的牛角了，好、就是就一般的牛角，这是外面买得到的，买不到，也买不到，这是我自己设计开模的、对，好，那你看我设计一个，这边是有齿的、这是没有齿的、那有齿的话它会比较深、它可以对我们的穴点、那这个也是因为天这只我们把它取名叫天鱼，好，那这只呢我们取还没有取名哈，那也是一只鱼的形状也是类似跟这样，只是说这个陶瓷它会摔破、那这个它不会摔破，是是是，那它价位当然也就比较相对比较便宜、那这个它功能比较多，它有远红外线负离子、可是它唯一的就是会打破，在使用的时候要要小心一点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在操作，在以前的人是不是都要用水啦，或者是麻油啦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麻油、对呀、因为以前用麻油，对，你不用这些的话，它没有办法晕开嘛，对对对，因为你这样干搓皮会破啊。对对，现在都用这个，对，那现在我这个。有的人是用乳液，可是我这是山药霜。哦，山药里面它本身，山药在《本草纲目》里面它是可以行血化瘀的，行气的。那我现在好，董先生您闭眼睛，对。那我从他的睛明穴的地方呢，先把它做一个开穴。我想站起来。要痛的哈，站起来。如果痛的话要好，我会让他可以接受的痛。我们刚开始不要让他很痛，啊。这一点有没有酸？痛，酸痛。酸哈、那这一点就是它的睛明穴的地方，好、它有塞，你看，好、你看，轻轻的它就已经受不了了，好、那我们深度就是让它可以接受的这个深度，你看它就开始，你看红点就跑出来了，所以它受得了吗？还好吧？很塞哈、好，这边我现在开它的攒竹穴。他几乎他这边都已经成了有点骨化了，钙化了，痛吗？这儿也痛，他也痛。哦，还好我不是 model
可是做完了以后，他的很舒服，他的气血是会上来的。嗯嗯、这个他会骨化的部分哈、哦，你没有办法用手。你看我们一般按摩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对，按不到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你可是我这样用这样下去，是按照很穴道，对，深入穴道，真的就针对他的穴道进去了。嗯，然后我再从他的眉毛的上缘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脸部这边是上焦，这边是中焦，是下焦。嗯，上焦是心肺，中焦是消化跟我们的肝胆，嗯嗯嗯、然后下焦是生殖跟泌尿系统嘛。嗯嗯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什么心火有关系。嗯嗯嗯，好好放松。好，耳朵放松，放松了，还放松，不舒服放不松，酸又痛放不松，很痛吗？很痛，好，很痛的话我换一个工具，因为这个会不会后悔让他的？这个我没有，因为我的皮下有些问题。哦，因为这个它比较利，好，这个是比较钝，嗯嗯嗯，好，就没有那么利，好，我用我的小美人鱼，像不像美人鱼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小美人鱼，嗯，好，轻轻的在他们做打螺旋花波，哦。还是痛，还是会痛。你本来就有问题了。他这边胆经，他的侧面这边都是胆经，像这样子睡眠会睡不好。嗯。哦，这个也会影响到眼睛。这边有阳白穴，哦，我已经很轻很轻了啊。对。哇，这一碰就痛哦。嗯。我可能比较好一点，没那么。有孟老师都平常有在练气功的话，身体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把这边太阳穴的地方呢，稍微把它气带一带，哦，带一带。然后再从在刚刚前面的这个地方再走一次，嗯，好，再走一次。好，那我现在再从下眉毛的下缘再走，现在可能就没那么痛了，第二次就没那么痛。当然是第二次会比较好，对啊，好。可是我现在在手下面是还是走第一次，嗯，哦，走第一次。哇，这样弄这样子啊，如果像这样子，如跟一般的按摩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这样子如果做一次，嗯。那我想气血一定非常畅通，嗯，第二天一定是漂漂亮亮。哦，这个马上就可以感觉不一样，啊，眼睛会变得比较大，比较明亮，看东西也很清楚。哦，太好了。然后我们走下面，我们眼睛鼻子旁边不是有那个鼻泪管吗？嗯，有人他鼻塞啊，嗯，或者鼻子过敏啊，是这边把它做梳理，这个地方这个筋结里面把它松开，它的也会改善它的鼻泪管。是是是，啊，在这个肖老师在我们董先生这儿做这个示范的时候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再休息一下，待一会儿我们继续的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继续的分享分享，嗯。